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洪孟凯，欢迎您收看《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我们节目从前年的一月开播以来，直到现在已经快两年多的时间哦。真的，这两年多的时间，其实感觉起来咻一下就过去了。而每个礼拜有访问两位不同的来宾，每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这些来宾都会告诉我们很多我们以前可能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其实大家常常讲说，哎，孟凯，这个你也这主持两年多，有什么样的心得呢？其实我真的诚挚的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哦，在这两年多来学习到很多，尤其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是一种生活上跟心灵上的导师啊。所以过去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的正确，就山人行必有我师啊。真的，只要跟三个人在一起啊，就是在团体里面，你会互相的学习砥砺求进步，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当作是任何一个人生活上或是经验上的导师。也因此今天一样为您邀请到两位很特别的来宾，而其中第一位来宾呢，他带来很多这个他店里面有在这个贩售跟推广的一个产品，更重要的呢是他要推广的是一个原住民台湾的这样的文化哦。所以我们来邀请这第一位来宾呢，他是我们部落的青年，但是他在淡水成功的开店，他是我们和文原住民生活工厂的创业者刘大卫，来到我们现场。哎，大卫你好。哎，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尖石的泰雅族，叫做刘大卫。泰雅族，对，我的泰雅族名叫做雅威阿金，雅威阿金，对对对 ，OK， 嗯，雅威阿金，对，好，哎，对不起，我们先确认一下，我想也跟观众朋友来说明哦，原住民朋友的这个名字跟姓，雅威阿金，哪一个是你的名，哪一个是你的姓？雅威是我的名字，那阿金的话就是我爸爸的名字，就是在泰雅族里面的话，就是小孩都要接爸爸的这个名称，对对对。所以到部落，你只要看到谁的小孩的话，大概就知道是谁、啊。你听到他名字，你就知道他是谁的小孩。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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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哦。所以跟一般，对不起，汉人的这个名字就姓跟名比较不一样概念是，你们会是雅威阿金，所以雅威是你的名字，然后阿金是您父亲的名。对。哦，对，是，所以这样子倒过来，对，就是一直传承下来，对不 对, 對？这也是，哎、欸，马上让。很多观众朋友，你可能也有原住民的朋友，但是你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那我知道说，好像不同族有不同的取名方法，但是通常概念上来讲，应该都是这样。对，那其实不同族他们其实还有像阿美族，他还有这个家族姓氏的。嗯，对对对，就是那我们泰雅族的话就比较简单一些些。那以后我的小孩的话就会叫什么什么雅威。对对对对，是對了解。好，那我。先来请教我们这个店是和文原住民创业工厂，对，那它前面有一个英文叫 Herbun 吗？ Her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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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泰雅族语，是，对，它其实在讲的就是流域交汇的一个地方，哦，对对，是是，所以就是说，因为其实我的店开在淡水，嗯，它刚好是一个海水跟淡水的这个交界的一个这个点，对。那其实那个我的店里面，它会来自不同部落、不同区域，嗯，那它有不同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汇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还蛮适合当做我的店名的一个这个表现，这样子，对，它就是一个交汇点的概念，其实就很像是，譬如说我们讲什么长江三角洲，啊，类似，它就是在那个交汇泥沙。的堆积，但是它就是土壤最肥沃的，对，在那里种什么都会得什么， 对, 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像我们部落定居的话，嗯哼，大概就会在那一个我刚刚讲和布那个区块，对，那就会有什么部落叫什么什么和布，对，哦，对对对，所以就是它就是一个比较你要耕种啊，或者是在去取得水源啊，都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区域。嗯，对对对对，没错，就是可能非常天然的地方，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他可能逐水草而居嘛。我们以前在讲是说，就找比较丰沛水源，或是说物产丰沛的地方，那通常是和温这样的地方，对，对对对对，好。哎，那我就请教了，怎么会想要在淡水有一家这个和文原住民生活工厂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他没，其实我自己没有特别规划了。嗯哼。那我是觉得说，因为
开原住民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交流的平台空间，其实是在我出社会之后，大概会想要去达到的几件事情。那其实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去想要它会不会成功啊，它会不会卖得好啊，会不会赚大钱啊，但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先把我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去达到的话，那是值得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那其实包含对我自己，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一个目标的一个达成。那我觉得对部落的或者是对不同工坊来讲的话，是多了一个平台，一个销售的平台，去介绍给更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的人。所以说在这个和文原住民创业工厂来讲，我们已经开业一年多的时间。对不对、那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我是不是也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是说您在这个工厂里面，然后它其实虽然讲是讲工厂，但它不是 factory， 不是那个制造的工厂，它是一个工作的场域的概念，对不对？那里面有多少的这个部落的文化的产品？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细算哦。那其实刚刚你讲到这个工厂，其实我自己经营这家店，它其实是以家的一个角度出发。对，其实我想要用这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然后部落很棒的这些工艺师啊，或者是艺术家们，他们做这些东西去做分享哦。那前前后后我大概接触了40几家不同部落的工坊，那像是有花莲、台东啊，哦，还有南投啊、苗栗啊、屏东啊，就是各个不同部落、不同区域的这个地方。对啊，像最南边应该就是狮子乡吧，对，就是屏东。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因为孟凯的姐夫就是狮子乡人，对，他就是这个我姐夫，我真的是亲姐夫，我姐姐又是嫁给原住民朋友，所以其实跟看到原住民朋友的时候，那感觉就非常的熟悉，或是就觉得很亲切啊，因为真的是一个非常大家人与人交流起来就会非常的舒服，很轻松自在。那你自己是学，其实我拉回来大卫，你可以请教，因为观众朋友看到你现在啊，其实如果说看大卫他进来，然后他的谈吐、他的这个穿着，我都觉得你怎么看就怎么像是设计师，你知道吗？是，就是艺术创作概念。但你本身是学相关领域吗？不是，其实我是在，其实我跟淡水蛮有渊源的哦，因为我在大学的这个时间啊，是在淡水念书。对，那我是念二文系，淡江二文系、那其实应该这么说好了，其实我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些转变跟历练。对，那一开始也不是做这个原住民化事业的这些工作，那我的第一份工作我记得是在做广告相关的一些这些博物馆啊，或者是这些展览馆的这些设计。那也是因为后来我觉得喜欢，就会开始去学。那其实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但是我会觉得对一些空间的一些布置啊，或者是对文宣的一些这个编排或设计啊，会有一些兴趣，所以慢慢的去学，那慢慢的去制作。对，那原则上就久了吧，对，我觉得会有一些经验的一些累积。对，所以就是在后来的工作上面你会有一些调整。那所以我从这个美编转到企划，那我觉得中间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其实我进到原民会去工作因为其实我自己虽然是在台北长大的这个原住民都市小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生活周遭并不会这么多部落的这个朋友。对，那其实对本身或者是对这个其他族群的文化不是这么的了解。所以在原民会当这个专案助理的时候，我觉得4年它是相对于是我这个知识跟养分的一个吸收，重新了解其他部落。对，因为你可以到可能不同部落你可以去到那个台东你可以去到阿里山，你可以了解周族，你可以了解阿美族，对，然后你可以了解鹿凯族，他们不管是在产业面或者是社会福利层面也好，或者是观光产业也好，你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去涉略。那其实现在店里我刚刚讲到这40几家工坊，也是大概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慢慢的去认识这个这么多的不同的部落的一些工坊或不同的这个老师们。对，然后再把他们这样的一个作品集结在这个区块里面。对。OK。对，所以等于是
因缘际会啦，有一点点，对不对？就说以前其实在求学以及就说上班时间，反而跟原民的这个传统或说部落非没有那么连结深，对。但是在原民会的那四年的时间，反而这个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接触到各个部落跟族群，这样子。对，是。那之后就想说，那这样就要把推广一家这个原住民的生活工厂这样子。对。所以刚刚你其实，在录影前有谈到一个，就是说有些事情，那概念很像是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对啊，是不是？对对，因为其实。刚有讲到的说，当然就是你工作久了，对，那就是有时候就是随着年纪慢慢的增长之后，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不去把心里面想要去完成的一些事情把它做到，就会觉得好像会觉得心里会有一些疙瘩，遗憾，对，遗憾，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就是说可能过了这个年纪之后，那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体力，我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力，可以去做我心中想要去做的一些事物哦。那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说，其实，在不管是在做这个店面也好，或者在原住做这个其他原住民事务也好，其实我都不会把这个成不成功哦，去摆在我这个做事情的第一要件，因为我觉得，你有没有先去达到，有没有先去做到完成它，我觉得比较重要。因为其实你想了再多，其实你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对。我后来会觉得你就是因为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开店了、就是一直搁着一直搁着一直搁着很小以前就想要开一家店是收集很多原住民的东西来推广给更多人看到对、可是当初就觉得是啊是不是我还要可以再多准备一点啊那我的资金够不够啊、然后我有没有时间啊对对对这个会以前会考虑的非常多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再怎么准备都准备不完对那倒不如就先试着去做有些是需要一点冲动对要冲动就是其实像我这家店啊、其实也是刚好经过那个有出租的地方对然后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姐说哎、有一家店出租了我们要不要来去试试看从看到店面然后到签约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就决定了、所以已经想了很久在那附近要找店面哎，没有就是没有就是刚好因为我姐住淡水然后刚好去淡水找她就看到这家店面对哇那真的很特别很特别真的是因缘际会真的是因缘际会 对, 对如果说我没有去找我姐然后没有看到一家店出租其实也不会这家店的产生对那老板应该也很开心吧就他可能才刚贴出来然后就被你看到马上就算是吧，算是吧，对对对，是 OK 好。那拉回来，我们也刚大卫讲了很多，就是说他这个开店的过程，其实是人生真的，有时候真的不是说自己刻意要追求什么，而是说这个老天有些时候就是会给一些考验，给一些这个机会，给一些这个契机。那我们就是想办法去达成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接下来这个大卫有带来一些东西哦，我们是不是？对，大卫你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很香。OK， 我们先观众朋友已经看到我们桌上有摆这个，这个是木头做的艺术品，对，对不对？它算是那个阿里山莱吉部落，他们会手工刻这个山猪跟猫头鹰，对。那其实像今年猪年，那个我们店里那个小猪卖的非常好哦，对对对。那其实就是说像我们店里会有不同的材质，像我刚刚讲看到这个是有这个樟木。对，然后还有这个来自台东这个用月桃叶编织的这个月桃叶，对，月桃叶，这个笔记本、哦、对，然后他们还有做这个包包哦，其实很有编织感呢。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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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其实这个包包其实是我觉得那个植物系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深受日本人、因为其实淡水还算是一个观光区域嘛，对对，很多的国际观光客，对对对，像最近是韩国人跟日本人比较多，还有港澳马来西亚的人也不少哦，那再还有就少部分的一些欧美国家，那像不同的国家他们其实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在店里的这个素材啊也是非常多元嘛，对，像我刚刚讲到这个是像樟木，对它其实你文底绘画的时候，它是非常像的这个樟木。是，它其实观众朋友可能会看到，我现在一直就刚刚那个镜头，我知道一直闻，因为很香，它其实是非常香，就很天然的那个樟木。它其实这就是一颗木头，对对不对？然后它就是
抛光，但是它的那个木头的这个树皮还留着，树皮都还留着，所以说其实非常天然，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不是用机器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即便是两只一样的猫头鹰也不一样，对，它都会不太一样。是，所以就是部落会把这样的一个手工的一个温度会去表现在它的产品上面。除了这个我讲的这个樟木的一个树皮，还有刚刚介绍的月桃叶之外，那其实还有像是泰雅族的这个。这有不同族，对，就是这在这个苗栗的南庄部落，是他们是纯手工编织的这一个织品，他把它跟这个皮件做结合，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这个对这个织品，对，像这个名片夹或者是这个包包这个部分，其实日本也是非常喜欢，对对，那其实织品又分成好几种哦，那一般来讲我们会把它当成。传统的话就是可能会织成像这样子的围巾，对对对对对，哦、那其实很有时尚感、欸。对，其实我围起来是蛮好看的。对，我相信。对，然后再来，其实这个跟这个是同一个老师。那其实我们也会去说，因为这个有关于织布的族群非常多嘛，像是泰雅族、赛德克跟这个泰鲁格族，我们都会有这个传统的织布。那当然，其他族群也有其他的一些织法。那比较泰雅应该说泛泰雅族群的部分的话，它还是以这个织品为主，它所以它会有不同的一个表现跟成色。那除了这个织品之外，其实我们店里还有槟榔叶啊，槟榔叶做的灯啊，然后还有这个新锐设计师他们做的这个那个三角包啊，藤编的东西啊，然后还有来自屏东的打击艺术家，他可能用铁剑。来去做他的那个创作，对，那其实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元素会在我们店里，所以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一年多以来配合了这个40几家的这个东西，那原则上我可能未来也会慢慢的再去找更多东西，然后希望可以把这样不同的这个文化的元素，然后作品，然后去介绍给更多人。如果说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店里来去逛逛走走，因为每个来到我店里都觉得说啊，你们店里好有趣哦，对，跟都是挖宝的概念，对，他说都会都觉得可能跟这个其他的店面有点不太一样的东西，对，其实我们到各个这种国外旅游哦，最喜欢的并不是要去逛那种百货公司，因为百货公司说实在话，你世界各地逛的都一样，我、看到的品牌对大品牌，那世界各地都是同一些商品。可是真正有特色的，到国外一定旅游一定非逛不可的，就是在地的文创商品、文创商店以及文化艺术的这个。的小店，对，因为那个才是真的，生命力跟完全不同的，就仅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刚刚这个大卫有特别提到，是说日本的观光客啦，韩国的观光客啦，甚至可能一些香港的朋友、中国大陆的朋友，他们也都会蛮喜欢的，对不对？对，其实就是每一个国家他们喜欢的品项都不太一样。OK， 对，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像外国人如果一来的话，如果说以欧美国家的话，他们来的话，我都会先请他们喝一杯小米酒。对，先让他们喝一下，因为其实我店里有摆那个小米串，对，他们都会问他是什么东西，我就说这是做酒的啊，或者在我们祭典里面会出现的一些这个作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介绍商品，它某种程度来讲就是在做文化的一个传递跟布达，没错，对，我觉得还不错，对，就是这是我一。就是在经营这家店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对，它不是只是卖的是商品，对，而是卖的是这个文化以及这些部落艺术家他们怎么样去创作的这个过程，对，其实就像刚刚大卫有是不是秀出来，就像那个红色的这个包包，它不管是化妆包也好或者背包也好，其实都很时尚，我觉得尤其是像那个竹编的这个部分哦，其实很多这个有一些国际品牌、大品牌，他们也都是强调这种竹编，然后就很特别，对不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和文原住民生活工厂，它其实最大的不同，我觉得会在强调在这个人文跟手作的这个温度感的一个层面上面。对，就算即便是一样的这个商品哦。因为还是透过手去制作，对，所以他们有时候用羊角钩啊，或者用钩针去钩的这些东西，可能钩一顶帽子，
那可能第二点它其实都会有些许的不太一样、嗯、这我也是觉得这个是手作它比较迷人的一个地方，机器就是没有办法这种感觉，对对对对啊、欸、不过待会我可不可以请教，像你的店里面有那么多的产品也都是来自不同的部落不同的艺术家，那你们的合作方式是什么，是您这边买断吗，还是说他们有这个寄卖，还是用什么样的合作方式？我们算是去帮忙协助销售、okay. 对，还是以这个代销的这个模式来去做经营哦、嗯，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跟部落他收的钱不是这么多，所以、嗯、在我们店里买东西是没有打折的、嗯、是没有折扣，很多人都会说哎、欸，你们有没有折扣、嗯、我说不好意思，我们店里真的没有折扣，因为其实我们还要在这个在营运上去做一些经营，所以可能没有办法给他、嗯、那大概会送一些小小的礼物啦，那原则上就是我们就是会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对于这个创作者的一种尊重，对对对对对对。哎、欸，也不是说没有折扣，而是我们已经一开始就把最实在的价格给你了。对对对对对。有些时候商人那个是打折，通常也都是手法啦。对, 對, 對, 對，我先故意定的很高的价钱，再跟你讲说啊，打八折、打七折。那实际上我们也不需要那么的复杂。对哦，因为这个这一些东西其实它算是艺术品，它比较不是商品。哦，艺术品跟商品最大的不同就是商品可能是大量制造，它就是哪里买都是一个样，哦，那个就是叫商品。可是我们这个是独一无二，每一个东西几乎都是，只有这边有，可能过了之后你就再也找不到了。其实有时候我们东西也不太贵，像这个山猪最小的才100块，它从100、200、300到500块，它其实、哦、所以其实一个家族里面买起来可能1000块有涨。对对对对对，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价格没有那么高的、嗯。那当然是手工的部分的话，的确会比较高一些。对对对对对，嗯对。不过喜欢的人他就真的很喜欢。对。对不对？对、哦、所以您这样子开店一年多，我可不可以再问比较实际的问题、啊？好啊，那收发这个损益平衡了吗？损益平衡哦，嗯，其实我现在比较有点像是，因为其实我把我的那个空间里面稍微做了一点点区隔、哦，嗯哼，那原则上前面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在销售部落的东西，那后面可能有一点点小空间，那我们会去做其他的一些事物。那所以目前为止的话，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店家是持平的，嗯，对对对对，就是可以持续经营啊。有些时候不要说，当然热情很重要，对，但不要说只顾着热情，然后没有赚钱，那热情会被消耗掉，对不对？但是现在还是以服务的心态来，对，现在还是以服务的心态来去做了，对。推广啦，对对，推广我们原住民的文化。顺便打一个广告，因为其实像今年3月份。就我们讲说文化推广，那三月大概3月底到4月初，那个北海道的爱奴族，他们会来台湾，把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工艺啊、木雕啊或织布的部分，会在我们店里去做一个联合的工艺展览。哦，所以到时候除了可能有些到时候你们来我店里的时候，不会看到那么多这个部落的一个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我会把它收掉。嗯哼，那我会针对这个一个月的这个交流联合的这个小型的一个展览。来去做这个品项的一些这个调整，嗯，对，所以就说到时候可能你会看到来自那个兰屿平板洲的这些手工艺品啊，或者是其他这个部落的一个织品，嗯，那原则上以大概以三种这个元素为主。OK，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3月到4月份的话，会有这个北海道这个爱奴族的工艺联展，就包括我们自己原住民部落这个部分。那因为从去年开始，我们只是开了一家店，嗯，那今年度来讲，我希望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对，我可能结合不同的这个原住民族，或者是不同的一个素材的一个主题，嗯，那今年度可能想慢慢的去做一些规划，去做一些调整，对，让这家店更有趣。然后三月份它也会有这个爱奴族这个，现场体验的这个部分，它会有现场体验木雕，哦，嗯，到时候我会把所有的资讯po在我的这个粉丝专页里面，嗯，那也可以请大家可以线上报名这样子。是，对对对，就是说这家店不是只定位说要卖观光客，它也有希望是推广原住民文化、部落文化，并且也跟我们台湾社会有更多的连结，对对对对，所以希望是说更多的活动让台湾社会的每一个人也都会3不5时就可以去逛逛、走走、看看这样子。对对对对，嗯，是。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查这个，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其实就是上网搜寻脸书粉丝专页和文原住民生活工厂，对对不对？河流的河，文化的文，
再讲一遍那个英文叫做 Hevun， 那个 B 是发 V 的音，胜利那个 V，是，因为它我们那个主语是用罗马拼音 ，OK， 所以 B 都发那个 V 的音 ，V 的音，对，因为一看以为是 Hevun， 对，不是不是 Bun 哦，不是 B 的音是 Vun， Hevun， OK， 好。再次感谢大卫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如果说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都欢迎搜寻脸书粉丝专页和 Vin 的何文原住民生活工厂，我想你会找到你喜欢的答案。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话，真的不要忘了周末时间就来我们何文原住民生活工厂来走一走吧。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喽。